但中间呢，伊个又太贪恋白，你把限制性，哦，伊人也当必胜都不对劲，哦，啊，总之个部门收。我啦，我都没有人做咩啊？来来，请丢肉来，请丢肉来，要五虾，要六虾嘛，要五虾一样，要五虾，弄虾那边，嗯，我请丢肉最高了，多一多来，哈哈哈哈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第一条，Thank you.
但是这个时间吼，咱不能住，我们不住，哦，你熬了一晚的气，好。好嘞，一目光一个，我们是不一样，好。做一个结束的那种哈，收、哦、
好，咱最好的亲子蛋，好，这样就是父亲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前最大的亲子。第四目标，你的好调跟多少？你的好调，我也没有听。你的好调加听，这个调是吉他，还有连吉他，你的好调加听，这是四拍，四重拍，吼，一直吉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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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一直吉他，一直吉他，来。我们再一次哈、
一个三八九，只要跟那个哦，好，来，来，我们先不比这个，我们就这个，我们这边来，这边穿暖身的，哦，好了，先别坐坐下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我专门帮你干，我专门帮你留，不行哦，你稍等，你还不明白嘛？哦，他也是后半拍出来，好，这个要注意，一二三，棒棒棒，一路转，屌哦！你今年的收在七毛钱左右，啊，咱房租比地市好叫的收在十块一砖，都是过哦，过半百左右。房租最后一届啊，吼，最后一届，咱安尼有关系吗？哦，来坐。礼拜四，咱这两点二八分，后壁将近礼拜以前，那么游玩伊拉萨多啊，发电话到来，咱唱现西话，那么叫咱用的惯例，请咱大家做来听下这台湾本土的歌谣，台湾。Oh, yeah.
好，咱练歌了吼，
对于顶礼拜开始，咱是礼拜做大声，所以今仔日咱就先来礼拜啊，三个来大家闭幕啊，大家祈祷啊，准备平板心。为咱的酒保套一品，咱的信念，咱三个来念第七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，要我爱你什么，多多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形。你家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今日拜，我很感谢你，搁伫一个水的礼拜日，你和阮家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伫遮要敬拜，主啊，请求你赦免阮所做唔对、对不住的所在，嘛求主你的圣神即时教阮指点，和阮伫遮所讲、所做、所行的，拢总会合你的旨意。我伫遮有认知，有祈祷。我们家有分享，特别我真感谢主。在一礼拜前，你和我的前总统、阿扁总统，有通在教会该关心的里面，得到信心的勇壮，伊终于出格。阿扁叔啊，嘛为着安尼，特别透过蔡明宪长老，甲咱感谢，将近二十届。甲前总统、阿扁总统的关心，可以无伫遐当官。特别拜托蔡明宪长老来甲咱兄弟来指导下。我相信上主你对阮的看顾，甲阿扁总统的看顾，绝对超过阮即个世俗人的关心能力。我今日要礼拜大声，我即个请你的圣神甲阮指导。我阮所行所做拢照你的旨意，安尼恳求靠主圣名，阿门。来，咱三个来吟诗，十八首，咱起立，十八首。Yeah.
题，咱来看圣经记载伫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甲第十节。啊，我用台语来念，啊，华语部分家己参考。所以，我对听见的日，替恁祈祷恳求无煞，愿恁伫心灵各样的智慧甲灵通，得到栽培的旨意到满满。恁所行合得主，万事予伊欢喜。伫各项好事皆归主，搁不上帝如故如进步。咱要请牧师甲咱讲到进程，咱的信歌队要来献唱，也请黄长老来带大家来吟诗。姊妹，今仔日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一届咱伫边头遮三见面，三个来分享上帝话，分享圣经内底话语。今仔所读圣经是使徒保罗写予哥罗西教会吼，哥罗西是一个地名吼。如果你即摆去托尼基吼，你找无这个所在啦。较早吼，哥罗西伫迄保罗诶，即个使徒诶时代，因是一个大城市，是一个工业城啦吼，工业。啊，迄阵工业毋是像咱即卖工业吼，即哥罗西因咧做泥布吼，因是规个城拢咧泥布，啊泥甲足出名诶吼。啊，毋过即卖因为科技诶进步啊吼，即卖差不多泥布拢已经无多，但到底伫迄个时代时阵到尾啊？历史的演变中间，这个城市就无去啊！哦，啊，你讲老伫遮啦吼，还是其他的城市，有的还搁伫的，啊，我哥说这个城已经无伫了吼。所以，伫咱来转去到迄个时代背景内底去理解吼，哥说是一个城市，是咱亲像即卖的一个工业城吼。所以，保罗对伫因的教导，对伫这个所在教导，因是咧讲啥物？
是讲五万伊会当搁较来认捌上帝，啊，五万会当认捌上帝。啊，今日所读的圣经是苏洛波罗写哥罗西的这个教会头前，伊所专用伊所写一个一个签安，然后开始咧说明间隔来道理的进程所写下一句话吼。我看这句话嘛真适合用伫咱今仔日安尼咱大家做伙来勉励啦吼。咱顶礼拜有讲到讲新甲旧的概念吼。我可能讲了无够清楚，我来搁较讲，我要来补充啊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每一天拢是新啦。啊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咱无特别讲吼，一年、周年、周年啦吼。周年 anniversary 迄个概念是买啊，受到这个希腊、迄个罗马的文化影响，才开始有这种概念啦吼。这是圣经内底，甲咱讲的特别是旧的，你看，你甲咱讲的每一天。拢是新啊，每一间拢是新啊，所以伫上帝稳定的内底，每时刻拢是新啊，每时每刻拢是新的啦。所以这个新，甲旧的国的这个线接的中间，予咱伫有上帝稳定的内底，搁较感谢，搁较来体会上帝，迄个就是新，对基督徒一个要紧的概念嘛，吼。所以啊，伫这许多朋友讲。对听今日日替恁祈祷，恳求无煞，讲愿恁伫心灵达样的智慧甲灵通，得到在伊的旨意到满满。咱来知影上帝恩典，上帝旨意，这是苏罗波罗伊伫咧替哥罗西教会祈祷的一个要紧的重点。就是讲，毋茫恁会当认捌。知影上帝对你的心意是甚物？好，然后咱跳了最后一步，最后一句话，讲捌上帝哪句哪进步吼？你知影？知影了后，你安怎办？这个办吼，伫这个圣经内底吼，特别是希腊文内底，迄个办吼，迄个办唔是干那是一个动词那边，迄个办吼，用你甚物词来啦？如果拿听了不舒服，先完另外了哈。迄个捌伫圣经内底，当在古约内底讲阿东捌夏娃，迄个捌什么意思？就是困做困到阵啊啦。吼、哦，已经两人成做一体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捌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变作讲，迄、那个就是讲，咱来捌上帝意思是甚物？我知影伫上帝内底，我爱甚物？我爱即个上帝爱我爱做的代志。所以你知。到底办？那是对你的脑、甲你的心嘛。所以对你的脑、甲你的心，有人来讲吼，脑甲心差不多三十公分啦吼。有人惊三十年惊袂到，拢知啦吼，也袂晓做。啊，咱讲什么？知易行难，知难行易哈。我袂记啊哈，不管怎样，所以有人在讲来知行合一，不管怎样啦吼，你知甲你晓做，那是一个信用典礼嘛，是一个上大的鼓励啊。咱拢捌道理，咱拢知影道理，总是迄、那个行道理，落去真做一个，怎样真做一个你的实践的一个啊一个标准啦、啊、吼。所以，不需要保留遐祈祷讲啥物，祈祷讲我替你去困求无煞，就是愿你的心灵达样的智慧来得到灵通，甲灵通吼，来得到进步啦，然后会当知伊的旨意干嘛嘛，会当完全理解。上帝旨意，两位作用班呢？这一二三四句话啦哈，四句话，我们这四句话，咱在说明了啊，买当真多，咱讲每一日伫稳定的中间的一个帮助哦。第一句话讲，你所行下伫主，哦，你的所行下伫主啦，主安怎甲咱教，咱就安尼去行，哦，啊，这无简单啦，因为哈，有时阵。因为人最近在静园遐在讨论这个咱台中第一花园公墓的代志吼，还讲迄个，因为那是进前一直留落来的问题。这中间如果若无人的需要时，其实这样代志早就解决了，伫迄个西园的时代就解决了。不过到你今嘛，已经三十年了吼，三十年还袂得到解决，为甚物？因为后边太侪利益伫迄个所在。
大家拢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想要坚持，想要立，想要有搁要赚搁较济吼，因为安尼往度怎样，迄个代志到即马也未煞吼，所以这中间就那有人行无下伫上帝的心里吼，伊的所行无下伫主啦吼，所以你的所行有下伫主无下伫主，咱要安怎知影？咱就爱先捌上帝旨意嘛吼，所以伫遮咧讲所以保罗一直在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讲，恁来知了，恁的所行会当下伫主啊吼。所以你知影主的心意大乐，这辈子真的是要紧的吼。第二句话讲什么？凡事互伊欢喜，互什么人欢喜？互上帝欢喜啊吼。凡事互什么人互伊欢喜？表示恁咱看上帝比家己较要紧啊吼。所以当咱看上帝比家己较要紧的时阵，咱若所做所要做做的代志，就是怎样，就是爱会当互伊欢喜吼。第一届也无想去食饭吼，第一届的时阵，八一碗虾啊会食吼，所以我一世人拢要八虾会食吼，还得着伊的欢喜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是怎样？这是一个人甲人的中间是安尼啊，用安尼的理解。就是人家上帝中间嘛是用安尼的精神来理解了哈，所以咱要凡事互上帝欢喜，这个无简单了哈，无简单。第三句话讲哦，你答应了好事结果子哈，好事结果子，表示讲什么？坏事尽量卖去办，一个人无会服侍两个主嘛哈，你袂当讲我嘛要好嘛要歹，啊，所以讲好事结果子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讲咱会当伫什么？伫好的代志顶面，圣经甲咱讲什么是好嘛？吼，咱读者有啊？有读到吗？上帝甲你讲什么是好？读到吗？有啊！吼，伫咱的信仰内底就读到啊。伫好事顶面结果子啊，就是行公义、好人民，包括心存人民，谦卑甲你的上帝相佮行嘛，这个就是好嘛。这是圣经的好啦吼，唔是即个一般人讲的好。所以有的时阵吼，人咧讲问讲，你阿妈来到礼拜吼，来信耶稣啥吼，也甲你讲宗教拢同款吼，拢是叫人做好。啊，迄、那个好的标准你达了，就变作一个要紧的点了吼。总是虽然保罗直接讲爱咱，伫好事顶面结果子的吼，所以爱咱凡事行所行下的主。凡事互伊欢喜，答应好事结果子，最后一句讲捌上帝，哪句哪进步。这嘛袂当，真侪咱会勉励啦吼。信有人信主五十年吼，甲信主五个月啦，差不多啦。你捌看过安尼无？有啦吼。时间的固定，甲咱个上帝关系，无一定是正比啦吼。有人信主真久，总是伊可能这个什么，一世人来三届教会了哈。第一届就出事了哈，来洗礼哈。第一届结婚了就来教，第三届来教会做个别事了哈。三届来教会了哈。有人讲伊是什么？伊是文化的基督徒哈。文化基督徒就是哈，我称呼我是基督徒啦哈，总是基督是基督，基督徒是基督徒哈。安尼叫做文化的基督徒。这是伫澳洲的所在，最拢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因为怎样，因甲上，因敢若像，若像上，上帝名，若像捌听过，总是甚物形，因毋知吼。所以这是因为时间哪久无代表你捌上帝哪济，捌上帝去对捌。好，甲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一个心得啦吼，心得吼。你捌上帝，爱对实证开始啦吼。公益爱有行，才有公益啊！你若无去行，你的公益就不存在啊！哈，对你的行动，对你的实践，开始来去落实你的所相信的代志。当你相信讲这物件好食，你一定来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若相信讲上帝是公益的时阵，你当然就要去实践迄个公益。所以我最近的心，这想法就是讲。对行，对这个动作，对有动作开始哈，所以才会当去
行才能让这个上帝听来显明啊。举一个例来讲哈，伫去年咱有做一项代志哈，就是在讲啊，这个抗议市政府啊违宪来兴建迄个大安妈祖啦哈，大安妈祖这个文化园区的代志。这个代志不是咱教会第一个出来讲哈，不是哦，真早以前比咱早两年哈。就有教会发现这样代志，一直写批，哦，还是讲一直讲啊，市政府打电话哈，啊，市政府啊讲卖去卖去，市政府甲因改水了，哦，水旺大人不满意哈，因无一定赞成，总是因为讲啊，市政府知安就好了，都无消息了，哦，是过几年了，市员啊加这个市政联盟哈，监督市政联盟开始才发现这个问题。过一届来提出意见，啊，唔过怎样？伊刚在市政府抗议的时阵，市政府就讲啊，我较早捌甲什么教会后接触迄个过程，反正应该安尼袂使，做来找咱，过来找咱，咱才做伙，我甲这个代志，我抗议吼。虽然今摆还袂完成啊吼，总是啊，伫即位咱是伫实践的中间不断一届过一届，甲市政府啊提出咱的意见，然后甲市长见面。啊，是讲咱去市政广场做礼拜等等的，这是咱的行动，要有这的行动来证明咱所相信，不是讲咱我伫祈祷内底甲你纪念就好啊。啊，当然我唔是讲伊无祈祷啦吼，总是迄个局限性就伫咱像伫干那到遐尔，真可惜啦吼，真可惜。啊，做做代志，其实咱拢唔是。第一个去，你知影是讲第一个去做，第一个去理解，总是咱愿意做第一个去实践的迄个教会，所以同款啊吼，唔忙，咱嘛是用咱的行动来实践咱的信用啊。啊，因为咱个人认捌道理是无够啊，讲道理啊是无输诶，大礼拜咧做代志啊，要唔过行道理是咱大家爱做的代志啊，唔忙新的一年。通过这个新甲旧的概念，算着跟礼拜所讲的除旧布新的概念，就是讲咱是活在上帝稳定的中间，然后咱日日献上感谢。通过这个新甲旧的这个交替的中间，予咱看到咱在咱的生活顶面有渐渐有改变哦。亲像使徒保罗所讲的，恁的心灵、各样的智慧、甲灵通。通得到在伊的旨意到满满，咱需要明辨上帝对我的旨意，啊，阮需要明辨上帝对我应传的答的，然后望咱今年用这四句话，咱互相内面咧，就是所行下的主，凡事互相，凡事互伊欢喜，啊，伊达样达项好事皆归主，搁捌上帝，哪久哪进步。所以其实是对咱你的心中迄一个 idea 讲啊，我要行一个好，对迄个好开始行的时阵，其实咱的性命品质就开始咧改变了吼。慢上帝话，诚侪咱大家帮衬啊，慢慢伫遮的上帝话内底，搁一届滴就激励啊，甲鼓励啦吼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再说感谢你的稳定，我万当通过这段圣经，请做我的帮衬。分给你喜欢舒服，我们新的一年啊，已经在你稳定的内底，我可立，我们来得到你的帮助，主要讲给你帮助我，我们所行合理，你，凡事让你欢喜，但有好事必归之，然后不晓得哪久哪进步，我们喜欢舒服，那就感谢基督徒耶稣圣名，阿门。来吟诗，新圣诗612首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来起立。Yeah.
这是奉献，咱师兄拜托你，叶先生。我接下去咱拄仔迄个六百年前面来遮的兄弟姊妹无，头一届来咱公益活动教会，啊，无错，你要来先替我介绍者。我这边介绍本庄兄、陈本庄兄弟。不来过了。哦，啊，不要紧啦，给我挂掉。阿哥，伊个囡仔哈，伊个囡仔后壁伫遐坐嘛哈，后壁叫做叶伟哈，陈立伟。啊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叶伟讲，叶伯后尾来洗嘞啊哈。啊，然后本堂兄嘛要家己咱的教会啦，咱搁一个掌声来鼓励好。好，啊，那有头一出来兄弟吼，啊，恁也是留下恁的联络资讯吼，然后介介绍一下，介绍阮阿叔。哎，麦克笔啊，麦克笔啊，就是你。我说你兄弟参选立委的初选礼拜，所以后礼拜去哦，无伫遮哦。后礼拜咱拢总来到向上教会吼。自从2015年开始，咱教会组织个合唱团，咱号做献歌队，啊，拜托潘国庆长老来指导吼。
啊，咱后盖时间是要改做两点开始，拄好唔知有结论无？阿伟啊，嘛是点半好啦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有时间后盖咱这个讲，那无后礼拜咱嘛点半台到，向上教会吼，阿弟啊，先练一下。啊，过来，咱礼拜奉献即马用奉献的西瓜代替祈祷吼，所以只要有奉拜拜名，而且请吼大家照咱牧师甲咱拜的吼，啊欢喜大家做啊这个服侍。啊，当然啦，对顶礼拜开始，咱就礼拜大声了，才变做轮播吼。过来，咱教会要二月初八举行圣礼典，就是要接受兄弟，那有人要伊许做受洗，哦，啊，紧甲牧师报名吼。中会85届春季义会会议，伊召会日子拜四上午9点，伫新平教会，就是北屯区太原路3段1222号、25号，牧师甲邮政号要代表咱来参与。住宿吼，啊！中会财务部办理2014年诶年度诶国教会财务账册诶检查，哦，时间是将17上午10点半，地点是柳湾教会，请财务人员带账册前往受检。啊，请咱兄弟来头前会使摕这个月经奉献吼，还是十一奉献诶这个行列。啊，共同接受上帝稳定。顶日正是顶礼拜85人，啊，礼拜奉献3199块，个人号咱家己看吼。牧师要搁补充啥无？来，歹势，牧师要补充一下。啊，礼拜吼，咱无伫遮礼拜啊吼。啊，礼拜信徒麻烦2:20，啊，会当伫向上教会直接伫遐集合啦吼。2:20，就是要练啊。啊，不过因3点钟开始礼拜，所以特别吼。本来已经后礼拜是3点礼拜啦，吼，只有礼拜尔啊，是大礼拜哦。啊，所以2:20请圣官队直接教用上教会，啊，礼拜就无搬器材啊，吼，直接拢用使用用上器材啦，吼。阿曼上面选手大家都想，阿边听阿边。我们这个就做个报告，报告。啊，我报告哈，三样情哈，啊，我手机啊，有三人打电话，啊，我你驾车回来看，啊，我回来我甲回电，啊，一个福建人哈，是小姐讲的声少事。声，啊，讲袂清楚，我上侪人卡卡唔着，啊卡唔着，无外久伊阁卡电话来，我是蔡明贤啦，我 Michael 平安啦，啊，这个福建人讲，我是阿丁啦，我是阿丁啦。阿姨，你那伊讲话拢无啥难吼，阿边阿说，咱说敬听前总统阿边阿说，伊讲要代表阿边吼，阿姨的家庭，伊向咱教会的兄弟，啊，作些目中感谢。伊讲古登以来吼，啊，咱教会啊，拢去感觉，去该做礼拜，啊，伫啊咱公益行动教会嘛，捌去刚来头前伫啊做礼拜，啊，伊拢知影，啊，伊拢知影，啊，所以爱我甲大家请安，甲大家感谢，啊，古登以来伫厅内底。我讲，我应该做基督徒，应该做，好、哦，恁能讲感谢，这是上帝啊对恁的祝福。啊，我阁讲讲两分钟哦，啊，比亚总统哈、哦，我甲咱的教会牧师、甲王俊才牧师、甲中会教协部的牧长哈、哦，
前几日两礼拜有去感觉卡饼，真正做礼拜，啊，咱的这个哈，调研师，这个市长了哈，邮长了啊，姊妹兄哈，啊，个足侪人拢有捌参加过。啊，上尾迄两礼拜要出家的两礼拜前呢，啊，饼一日。这礼拜特别耍，伊伫阮伫分享的中间，阿扁总统甲因讲伊的见证，我认为讲伊讲是对的，总是我认为阿扁上帝伫伊的内心有伫做工，伊讲。啊，咱拢吼，伫上帝面头前拢罪人呐。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拢罪人，咱拢废人，废人无完全的。所以咱拢爱反省、检讨、悔改。向头前继续追求新的将来。那是讲，我相信底下的牧长，包括我感觉，上帝底下边的心上的做工。伊讲上帝吼，虽然是我是废人，我是罪人，总是上帝无放杀我，无放杀这罪人废人。所以我要从这阿边讲的见证，甲大家分享。阿边虽然阿边总统虽然也未死咧。但是林牧师一直祈祷中间，你甲阮讲几遍，希望阿扁出家以前，甲总统洗礼。阿扁出家也未洗礼，总是我相信，那是上帝的意思。有一天，阿扁总统家庭所啊，伊的家庭拢会接受上帝。啊，这是我比较大的分享的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我讲就讲，我蛮正感动啦吼、哦。阿扁总统透过伊的夫人吼、哦，啊家庭的入来，啊，我刚刚就讲嘛，我无期待啦吼、哦。啊，总是有做到吼、哦。啊，我从这个代志甲大家分享吼、哦。啊，我想，啊，今日牧师讲的主题。在上帝的厅内底，咱要行出去，啊，要过过节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想希望那些过节吼，阿扁啊，讲到讲好基督徒，啊，我想咱会当来期待继续祈祷，以上。多谢蔡长老跟咱分享。啊，事实阿扁啊，要出诶，最后一句话，你甲看伊就是讲安怎，讲伊拿我落出去，就是上帝旨意造我多。最后是安尼讲啦吼，伊拢无讲别项，伊嘛叫骗惊啦。伊若咧收物件要创啥吼，阿丁叔阿婶甲吐槽，啊你叫骗唔捌啦。所以伊尾也歪收啊啦，啊确实礼拜六伊无收，哦伊刚刚收个老贵啊吼，明明都已经拢总讲不出来，甲你讲塞车，会使甲你安尼吊灯吊塞，甲你凌迟吼。所以伊苦难来底两件菜造化多苦难。来生生忍耐，忍耐造化到生老年，生老年出来，咱造化到五芒，那五芒你做出来代志，隆重会得见效。这就是林书豪，林书豪这个囡仔，这样的是伊的经历，有时间我来讲故事给你听。我分享一个好代志，以前黄月水捌来咱家讲，有哦。你知黄月水来讲伊的过去时，伊阿妈错伊的老师用五字的，有无？黄月水哦，错五字的，人黄月水嘛，订购过行色列，已经色列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真感谢，来咱家拢会改变，所以咱来招搁较侪人来家改变，阿必安排来，后盖来请来家干吼，这轮你咪爱甲杀来，是，讲到了，爱甲行色列吼，来咱来吟诗，上演388首，英光归圣地上来起立。有请廖青牧师来讲道。
耶稣基督恩惠，因为上帝疼痛圣神的相托，甲咱众人三个日地，以及时到永世代代算。阿门。在请坐。好的。风度，就是所有的这候选人里面上水的，别人拢会要有一票打击对方，只有黄国书兄，伊一个叫做信用，伊无安尼做，伊搁伫竞选的最后迄暗，电话伫里敲，替江国条。张兆国，哦，刚这个后生吼，调过张兆国邮票，伊退邮票邮甲张兆国的票煞赢过伊啦吼，但是伊嘛是安尼，拢总是就以前我定哩甲大家讲的迄、那个沈富雄医师，沈富雄虽然即马吼已经招经理啊，咱卖管伊啦吼，人老得去翻天吼，但是。伊拄拄啊对美国华盛顿大学摕到 PhD， 转来伫王永庆遐，遐哩做硕士的医师，伊真正有即款的风度。计若是替民进党出去挂名选举的时，伊拢甲人讲，因为他有一届选举伤悬啦，一票坐甲吼，害到一两个只落选，最后届伊就用数学的方法，讲既然支持民进党的票是偌济。啊，四个出来算，你甲除以四，看有够无？有够，存啦、啊！啊，你若甲一个掉互悬，拢中啦。所以这嘛是律师有这个信念。伫即个选举的时，啊，我叫分派任务，叫做东南区诶，叫做后援总会长。啊，后援总会长你要负责甲三个候选人，不管胡寿珍也好啦，陈光进也好啦，啊，咱诶。何炳祥也好啊吼，迄个做地下议长，都明明这些人拢票拢真悬，但是私下吼实在是扭甲爱互相相抬，抬甲金北来，迄真正无好见证。但是我去甲房祖峰电台两届，竞选前两届，因为房祖峰听这个节目人无一定是干那东南区的人，别个区嘛听会到，啊伫林明庆、明庆兄的电台，我拢嘛能讲，你爱相信。沈富雄医师以前基础的疼心，伊嘛知影讲，伫数学个内底，你甲除以三，都三个拢过，啊，恁何必都爱安尼抢？当然无止境啦，伫遐袂使用止境，来甲因讲，讲恁拢相信读册，愈读愈册，毋是无意义个啦。哦，读册真艰苦，恁数学会艰苦，读到斯坦福大学正面对面哦，已经高中伫遐做篮球个校队呢。伊绝对相信讲，伊拍篮球的能力，林书豪绝对会使入去对面斯坦福大学，毋庸置疑。偏偏伊去申请外校队，斯坦福大学敢毋知对面这个高中上签的都林书豪，前面是林华外校队，外校队变哪？伊是讲啊好，加州边啊吼，今来去找 UCLA， 啊嘛外校队，啊这就无。咱西海岸找无，不来东海岸，去到东海岸 ，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省理工学院，我好给你，哇，啊，要我找对一间，大间落去 ，apply， 林书豪充满了希望的心，就是少年人，伊啊上帝大大个修理，可以我一间个接受，伊上外都一间嘞，伊上外都是哈佛大学的。来球队嘛，结果跟他哈佛被他骗。你看那人诶，那真正有能力的人叫我呢打落去吼，再生呢，一看呢痛苦，就是我拄仔咧讲的，有困难再生，进来进来，造发多生老人。这林书豪大概做见证，拢罗巴斯第五章第三章来做见证，你家己会使去看吼。啊，这嘛是我来去有纪念会派出外口，啊，替真多。一定会上圣经的团体，啊，遐个感觉军队，伫遐要甲因见证，要互因会改变的时，上要紧的一个圣经站，啊，佫摕林书豪
伊一个世界的出名 NBA 的球员的建设，我相信更加有力。啊，咱国孙兄说还未到吼，请问今仔日正月十日什么日子？恁知影无？正月十日就是三一啦 ，Trinity， 美国的哈佛大学，就是对英国 Trinity 三一神学院的教授离开 UK， 因为今天这款大英帝国。大英帝国的人都较骄傲啦吼，王大妈的裹脚布吼，又长又臭哦。伊讲一个爱杀猪吼 ，How do you sir？ 不是啊吼，也是阮某较知我。啊，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就是对遐移民，因去个 Plymouth 这个港对美国上了。就了新南院院长设立哈佛，设立哈佛了，伊炸上，跟他炸一本圣经，你知影无？美国上炸的哈佛大学，就是对 Trinity 一月十一号迄、那个三一三一教会啦，三一就是对家来吼，三位一体迄、那个信仰。啊，这个大学为什么出名？那啥讲，有一天一个老伙仔，在楼梯上、高瓦上，臭臭啊！到底看不起迄都市的型，然后穿甲清清菜菜吼，我立马现在穿西米露甲臭素，还去阿问讲，哈佛大学，你唔知道有欠啥无吼？我想要甲你关系，啊，哈佛大学看到说，哇，这臭包！没，我无欠啥，我无欠啥吼，啊，就要甲补赚。尾啊，这对阿妈某就要去甲西海岸，因为要用伊个囝斯坦福的名设立斯坦福大学。这个斯坦福大学就设立伫台湾。所以咱人有时啊，别使看人外表，上帝无看外表。人不是讲迄款吼，做穿西米露甲臭素才是人，真正人是迄个心。有那个心，那个人就是真正 human being， human value， 人的价值在那，不是你用外表。今天是正月十日，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就是1922年的正月十日。今天是加拿大，我在多伦多遐有一间专科的医院病院，底下医生发现到因修理。胰岛素是啥？胰岛素，胰岛素就是你若得了糖尿病，我都靠食药啊。啊，你就爱注胰岛素配胰岛素。啊，上早是用食，有一种药啊，食了到底，你就发到刺激咱的药球。咱的胰岛素就是药球内底 Iceland cell 蓝氏小岛 ，Lands Island 一足足像台湾岛哦。啊，内底有迄。青染颗粒，你先时阵变成青色的，迄款呢就是胰岛素。啊，你若欠这胰岛素的时候，染色起来哇，青的较少，剩红的，红的就是骨碌卡讲，迄个升糖素。啊，咱胰岛素就是降糖，你甲咱身躯内底糖，甲索林吼，车的开落去，滚滚，甲燃烧，车才会行。无你规台车拢甲充满焦油。天甲几台车满满，用鞭子甲拍，车门迄台车来走，吼，无可能，一定燃烧。所以你燃烧的时候还有燃烧力，啊，咱人先呼燃烧力，要袂去用化学进前，拢是靠食一寡有诶无诶药啊啦吼。啊，迄款药啊，食检测有啦，嘛有迄个效果，甲刺激咱诶 islet cell 来产生这个胰岛素。但是，迄款诶吼，你是普通人会使，你啊出事伫诶。究竟各位家庭对于毛太夫人的妈妈做遗传那个胰岛素都怕不出来，没有说第一型的糖尿病，啊，咱普通人丢就是第二型。第二型就是五十岁开始你就有糖尿病，你管糖尿病就是吃好肥肥结果肥肥穿好水水干了水水就会丢，
昨吼，我去谢世安兄弟伊所设立的顶款协会参加年会，啊，我来先走。我来是电梯内底讲，我对二楼来，一楼门开开，胡树强入来，把他死了。咱是小对头的，甲伊拢结完仇真重的吼。报纸我定拢公开甲收你的。哇，这声音叫看到再甲我拍的吼。因为我入来看伊的身体，欸，你莫看伊哦，足像迄白寒哦，迄个差不多汤啊大大迄天，真什么货安尼？哇，从入来个金光闪闪啦，伊可能走去楼顶吼，迄关吼做退伍军人迄个，防护军干部啊，啊，我来先走，啊，伊看到我，你知我怎是骑重机车去？我才摸我迄个足大粒迄安全帽吼，啊，伊看到，哎，袂记得我啦，哦，我操，啊，伊甲我讲。那个骑摩托车也可以停在地下室哦，我说可以啊，那也没事。嗯，就是伊迄大台车，一台倒骑车就是伊，甲骑进去就去，去甲高雄市长候选人叫做黄俊英吼，啊叫伊某甲下下，下了转来迄个机啊，变成灯光，迄个灯机啊转去了，迄台车转来台中哦是迄台公务车哦，当然市长有管理掉，咱无会讲。啊，伊转来是砰砰砰砰，伊某将手转去头脑。就啊，老将造出来，哎，吴志强因吴啊，因太太修迪亚的是三军总院脑神经外科，脑神经外科医生专门归纳啊，一看了讲，也这这样呢，讲啊，志强，卖啦，卖球啦，你球还变植物人呢，但是你给记得不？吴志强这人嘛是性情中人，咱听人讲，一考过脑。各位台湾的父老兄弟，救救我太太，有无？有啊！我迄当叫我某拽过来嘞，你懂吧？甲我讲，各位父老兄弟，救救我太太，拽嘞！哦，你看水话低啦吼，第一个感动天地，那天龙讲，也有个也有大家掏钱，哇，这人替伊遐咧求啦，无共款的心主吼，但是伊落都嘛有啦，结果甲伊某求甲煞好起。当我手回去，即马嘛拍带拍带，不过有来参加咱的募款餐会吼，一工冇来，会晓甲咱感谢，已经袂歹啊。咱伫医疗上不分哪里，不分同道，哦，但是伫个团体内底有吴志强所派进的以前的萧家琪副市长，有一届电视台邀请来王春芳演讲哦，甲我讲好，我要只消息，要先做环保局长。什么消息？伊在网顺丰广播电台，都是一个公正的电台。你伫台湾的公电部，特别台中的，你讲环保啦，做不好，啊，你可要创啥？来，唔敢来电台访问咯。咱所访问的官员，大家拢来，包括张文英做市长的时，但是萧家琪就无来。啊，我有张判决，我唔知走到我来，胡志强甲推荐去英国、澳洲去摕到 PhD 啦、博士。OK， 这是伊的计划，但是以前唔敢来网顺丰受咱访问。我起码拢记恨在心，因为唔敢面对的嘛。你若敢面对，就是你有迄个心啊。这款的德行啦，咱卖讲卡小吼，歹听。这款的德行，起码哪要来竞选？起码嘉良所退出的这块，歹势啦。我感觉有问题，因为你若伫吴志强进来，啊，佮后来你做甲内政部的迄款处长，甚物会？欸，我做个江宜桦，一次又做啥副部长，还剩啥？嘿，江宜桦的副秘书长，副秘书长吼，嘿，大咖袂晓讲呢，而且有实质影响力的呢，实质影响力，错开这款呢。所以，咱告诉兄，我都话讲过，伊无私心，伫阮用东南区的拜票是大家抬到北来，人伊是甲大家拜托甲半暝，大家要收到伊的简讯，所以大家足感谢伊啦吼。啊，基督徒的心态就是安尼。啊，我甲国顺兄是二十年前啊，啊为传播，就伫阮一切人们内底做阮的干事，哦，国国总啊，像当时你也喜欢遐个廿五岁，廿五岁，我讲这块囡仔吼，足有能力。啊，我也真叫，比如说咱买口叫去做伊的助理吼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已经做甲真正讲起来。有资格做院长，有资格做院长，但是咱要国会更上一层楼啊！这个内容啊，这个看法，伊绝对无问题啦吼。不过今日要甲咱讲的，搁较特别，历史的台中，
历史的台中。哦，来，拍波啊，请各位兄弟来讲，历史的台中。感谢，感谢张启忠张医师的引荐。哦，在座也有咱蔡明显、蔡部长哈，我过去做蔡部长的助理啊哈。也差不多嘛，二十年前啊，哦，时间咧过足紧咧。各位阿妹兄，我是李处长，各位爱台湾、爱台中，咱在座的长辈兄弟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哦、我是黄国书，今日真欢喜有机会来甲大家做伙，哦，阿来来三甲来讨论咱台中的一挂特殊文化。我做议员，这边是当选第五届，哦，啊，过去啊，我也未做议员的时阵。我捌伫台湾医界联盟台中分会吼做秘书，啊，先教阮张启忠医师啊吼。哦，迄阵为着这个要建这医师工会，啊，搁健保的这个制度，哦，阮拢安尼透明透暗拢咧开会吼。啊，然后做蔡部长，迄时阵伊要竞选立法委员，啊，我做伊的助理吼，啊，甲辅选。啊，然后我接李明显市议员的课，啊，接班了后啊，已经。连任，即摆是第五届的市议员，时间咧过足紧啊！吼，啊，总是咱迄个新城会来投入咱个民主政治的运动。我本来伫台北，其实我甲嘉良兄，阮拢是野百合学运，搁较进前两三年迄个时阵，伫学校内底，阮咧行动去甲社中庭单准备啊，即个康明祥吼，阮拢去遐咧选举行动去甲伊做立做选啊，写文选啊，分米啦。啊，拢去东华杂志吼，去做志工，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去人教稿、校对，啊，有当时还阁倒写文章。我学生的时阵，拢咧拜托咱足侪同窗的，拢咧追求校园的民主的改革的运动。迄个时阵哦，要戒严哦，要未戒严。啊，我迄个时，特别去听因讲吼。迄有当时，阮招阮同学去听吼，因拢唔敢坐头前，因拢避伫树仔脚，避伫后边呢。迄时了戒严嘛，迄调查局拢伫遐咧看。啊，阮咧古学生运动，阮就较好胆，阮拢会坐伫头前。五二狂当年二十几年前的时候，有一边五二狂农民运动，我甲王雪峰甲足济，我会记得有足济同窗的吼。啊，阮拢伫迄个重庆南路迄个所在吼。啊！去有水啊！呛啊！吼！伊咪呛啊！迄目镜鞋啊，拢无去啊！哈！啊！我拢经历早期的学生运动、社会运动，啊了后有个人去从事环保的运动，有个人从事劳工，吼、哦，像赖静林以前就去迄个劳政，吼、哦。啊，告诉我是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，啊，我咧是拢咧做新的文化的这个评论，啊嘛拢咧写。一挂新的社会思想哈，啊，阮是拢咧，大家拢咧读这种较进步、较现代的。但是中部、中强，阮足侪学生诶，拢会集结做伙，都干阿一个目标，就是要追求咱台湾的开放、甲改革。因为国民党伫迄个时阵一党独大，啊，大家集合做伙，只要讲啥物所在有党外运动，阮就拢会去声援。啊，了后有机会。我咱台北的一挂好友，啊来介绍转来台中，啊咱就甲足侪咱的台中的咱只长辈，安尼做伙啊，从事足侪运动吼，啊即摆安尼时间会过，过足紧啊，即摆已经吼二十多年啊吼。啊，国师做五届的议员，大家拢知影讲国师吼较专业伫文化教育。我做议员的前一年，我看到咱台中市三民路。就是现在即卖中山地震事务所迄个所在，有一栋足水足水的武德殿，迄是本人伫咱台中市，甚至是中部地区上水的一个武德殿武德馆吼，啊，怎叫拆掉去？迄阵我做市长的时阵，甲拆掉去改建即卖中山地震馆，我看到你栋遐尼水，以前我也未做议员，我讲我若做议员，我一定甲留落。因为咱即卖台湾人，特别是少年一辈台湾人，唔知影咱台湾过去的历史甲文化，咱有足侪重要的文化的资产。特别伫咱台中市，咱台中城号做文化城，就是因为咱有足侪重要伫一个时代的文人，包括林献堂、吴凤林甲伊故事写的文人，包括未来过来。创办台湾文化协会，甲张伟水，
啊，搁咱台中足侪树心发起台湾文化协会伫台中有办足侪演讲。迄个时阵哦，咱台湾文化协会嘛是像咱安尼啊办演讲哦，啊来推动什么款的思想，推动爱破除迷信、破除封建的思想，台湾爱变作一个文明的国家。伊是有这款的主张呢，啊，迄个时阵要推动这款的主张诉求的人吼，拢二十外岁囡仔尔吼，包括蒋渭水咧从事民主改革运动的时，嘛拢二十几岁尔。遮的前辈伫咱台中市，包括后来像谢雪红吼等等，遮拢留下足侪重要的历史的场景。咱台中市城做文化城，咱有艺术家，咱有文学家。包括艺术家，咱有张启东、颜水龙、林志洲，咱的文学家有偌济人，张文权、吕赫若，后来张切、陈千武、杨奎，这拢是咱台中足重要的文化的资产吼。但是咱的政府，尤其是吴志强做市长了后，伊都无咧重视这個，伊干那重视国外物件，啊干那重视新的物件、大的物件，啊咱看到。咱对台中，咱台湾人重要的历史记忆，慢慢啊无去，慢慢啊无去。啊，我先做议员，我都加保存台湾，咱台中珍贵的历史文化，当作是我足重要的一个任务甲工课。我做议员，我有权柄，我有权柄，所以我一定爱足打拼努力来做这个代志。包括咱即摆伫台中公园，咱这个所在后壁，这个是街楼，这个街楼本来是多位呢？那是伫后火车头，当时甲林献堂差不多同级的地方的属性，叫做五元旗。伊的老厝是伫德安百货迄个所在，即摆叫做新时代吼，那是因的古厝。它真是富甲一方，吼、哦、不得了的所在。民国六十几年，那个所在因白条要拆掉，啊，把这个街楼吼，安尼刷刷刷刷来遮，这行动安尼是拆解了，啊，都搬来遮，啊，甲倒起来。台中市政府吴志强做市长，伊有一个局长叫做王诞生局长局长嘛吼，伊讲来台中公园，啊看到足侪游民啊吼，拢伫遐咧倒啦吼，啊伊怎突发奇想，有一边啊，伊怎去甲这个街楼吼，一楼这个所在甲整一粒足大粒的迄个粉丝的红妆，咧挡个尖啊，啊我有一边来台中，我看到讲，哎，啊但是有这个物件，我就去问市政那个王局长。伊甲我讲讲，哦，黄议员，伊搁伫议会讲了。伊甲讲，黄议员报告，我们发现啦、啊，这个更楼里面有很多的游民很困扰，所以我们吼、哦、就把它挤进一个那个铜钟，啊，搁甲倒电动诶，搁甲点钟弄诶，咚咚咚，安尼甲你报死。我讲，拜托诶，人这是街楼，这个不是钟楼诶，这是街楼啊。这街楼东西就是互人。半暝啊，要去看有贼啊无？啊，大家拢爱去锵锵锵，啊，去你迄个字楼。咱即摆看到这个对联，就啥意思吼？玉冰高处开树叶，车听交楼报几根啊！吼、哦，这个迄、那个意思就是安尼。啊，这栋建筑物是当时留落来的，被清朝末期留落来，这是足珍贵的。我阁甲大家报告，咱即摆看到后壁，这个较早是日本人起的台中新社。的遗址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酒钉，诶，这个挑吼，酒钉这个挑，这本来不是摆安尼，这本来拢倒伫后壁外国市抓安尼啦。啊，咱头前遐有看到迄台中新社的鸟居迄个挑啊，哦，倒伫遐。十七年前的时阵，国书做第一届市议员，第一遍咧总质询的时阵，我问当时的民政局局长、萧局长。我讲你敢知影，台中公园有咱日本人较早伫台中留落来的资产，伊讲伊唔知影。我怎啊甲带来台中公园？啊，我怎啊用扫帚，甲只个条啊吼，这个鸟居，这个石条，啊甲清甲清出来，因为我知影倒伫迄个所在。我怎啊看你讲足无彩，这家己日本这不得了的，这足珍贵的文化财啊吼，啊倒伫后壁。红豆不走啦，红尿尿啊！哦，哇哦，我讲，你拿日本人来看咧吼，是看到足海头的。我讲，全世界无一个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更加无重视文化的存在。你想讲，
迄条啊吼，迄顶头诶有字啊，迄国民党来拢甲迄个大情迄两字拢甲吐掉去，吐做民国啊。阮大中一中毕业，阮大中一中有创校诶纪念碑吼，吴、哦、台人初吴中学尤泽治本校史啊，等一下等一下吼，尾、哦、啊有写一个大情几年啦，你怎去啊看？迄大情两字吼，啊你甲吐掉去吼。啊，顶头甲写民国安尼啦，哎呀，拄好，迄代志甲民国拄好同款啦，啊，所以甲咱改两字就好，迄字拢唔免改啦。哎，国民党就是拢安尼啊，啊来台湾了后，甲咱一记时刀留落来，所有的珍贵的资产拢甲拆甲害了了，拆甲光光光，拢是予咱台湾人唔知影过去的历史。咱台中城或者文化城，因为早期中部地区，咱的台中。就是有足侪重要的文人，伫这个所在咧追求新的思想，迄、那个时真无简单咧，嘛咧追求民主改革的思想咧，迄时哪有出版册啊？最近国书去甲刘克襄吼，迄、哦那个作家，我去看民诶中正路甲慈路迄个中央册局，大家唔知有印象？迄、那個、中央册局。迄毋是讲像即款一般即卖个参考书、金石堂书店迄种个安尼尔咧，迄是一记起来就开始啊。迄当时，迄1926年就开班啊咧。1921年，台湾文化协会伫台北进修中学创办，创办个总理就是咱台中个林献堂吼。啊，当然了有蒋渭水遮个，啊，中部有足济咱遮个。精英拢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。迄个时阵，主要就是要追求咱台湾现代化。台湾迄个是日本人管，啊，足济咱无签证权啦，吼、哦，拢爱日本人甲派。以前哦，去日本，吼、哦，追求迄个议会设置请愿运动，迄个拢里面同人家带头的。所以咱早期咱的祖先是足重要的这块的历史，吼、哦，包括蒋渭水尾啊创办台湾迄、那个。民众党，台湾民众党，吼、哦，真早人就有建党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要为着要互更较侪人知影讲有即种的民主的思想，咱的中央册局早期号做中央俱乐部，啊，主办者号做庄垂胜，伫咱中正路、慈路呀设办这个中央俱乐部，了后变做中央册局，了后战后一直拢是拢咧出版咱。台中足侪文学家伊写的作品，包括张钦策啦、张文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足像较早中书的校长洪延秋吼，嘛、哦、拢有伫遐出版足侪册。啊，我较早读高中，我读一中的时阵，拢爱考大学，拢爱看迄个参考书，大家拢爱读册。但是你若要看新潮文库啊啥，台中无为他买，就干那中央册局有得买尔。所以我讲中央册局是咱台中文化的一个上界重要。的据点，所以国书最近甲足侪人，我拢在努力，想要甲中央册局甲做来，做来要来做啥？要来做咱台中古城区的一个文化的会馆，和大家有法多去理解讲过去咱台中市中区是安那号做文化城，是安那几百年来的历史的发展，啊，咱今仔日来到这，咱看到讲咱台中市古城区安尼直直没落去。那么感觉足无彩，啊！国书做议员，我知影讲，这是我足重要的责任。我常常嘛咧讲吴志强，啊，这个历史你知影无？其实你甲问咧，伊嘛拢一问三不知，哦。咱台中，我唔是讲伊去介绍迄个帕瓦罗蒂啦，啥物迄个迄男高音的啦，吼、哦，啊是 Lady Gaga， 我唔是讲迄个物件无好，迄、那个就老热，吼、哦，啊一暗就无去啊。迄个真侪人，大家拢足爱，无唔对。但是问题，你唔是讲请迄个来，咱台中就变作文化城，唔是安尼。咱台中若要变作文化城，一定咱来有一个空间，咱来市政府有相关的政策来培养咱台中家己在地重要的艺术家、甲文学家。啊，恁这个文学家愈侪时阵，才有法度让台中建做一个真正的文化城，敢是安尼？十几年前，我是甲蔡部长，我看到足侪少年一个呢，即个艺术家吼，拢有想要做新的创作，啊，找无所在。我想就甲蔡部长，我咧是台原文教基金会，
我那时候去保存后火车头那个二十号仓库铁道艺术村，啊，我让他做呢。那仓库是无路用，因为较早都放砌啊，放肥料，啊料就关门啊，啊关门啊，啊我就看到讲啊，这无菜，我想要去找那个铁路局的站长，站长甲我讲，我安尼买不济哦，嗯，啊这都爱用政府来帮忙才有法度啊，啊无我甲伊讲，无呢，你先招完，啊我就邀请一挂新的艺术家入来遮创作，了后我感觉诶，这可行，啊我呢想我就去拜托。迄时呢，新政府安尼来斗帮忙，迄、那个文教处吼，啊才慢慢推动。啊，我去请到一个建筑师，叫做江乐进，安尼来规划。二十号仓库，伫十七八年前的时阵，大家拢要唔知影讲啊，这有啥物重要性？但是伊变作咱全台湾第一个铁道艺术村。了后栽培李俊良、洪毅。这种的现代的艺术家，好的弘毅即卖外请了，迄富邦迄拢卖伊迄个，迄、那个是公共艺术吼。啊，伊伫日本吼，今年上请，伊伫日本嘛有展览，啊，日本人足欢迎的。我看吼，迄日本的电视嘛播，我看到迄个海报顶头，不让我写讲弘毅这个艺术家来自台湾，啊，但是足无彩，迄来自台湾吼，啊后壁讲写台北，啊，我感觉我看到我讲足无彩，啊，这个明明咱台中人，了。我是以为即阵欧志强，我讲啊，这弘毅这个拢咱台中栽培出来啊，啊，伊个卫星嘛伫咱台中啊，啊，是啊，弘写台北啊，因为迄个活动是因台北文化局配办的啦。我甲欧志强讲实在是足硬气，啊嘛足闹鬼的吼。明明咱台中家己的高人，咱袂晓疼惜，袂晓栽培，啊去台北用去，啊其实我也无讲。我这种嘛唔知影，遮呢，伊嘛唔办呢，所以咱台中市要变作一个恢复过去的文化城，这个市长一定爱有眼光，爱有远见，爱重视咱在地本土的历史甲文化，才有法度让台中变作文化城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啊，嘉良兄，伊对咱古迹区伊有足侪想法，我过去甲嘉良兄，我常常拢有同款的想法甲议题。我学生运动，我甲嘉良，我拢共个呢，吼、哦。包括即摆都当选地门，即个市长的地门产，吼、哦。嘛，甲告诉我较早学生的时拢做伙。九合一选举了后，啊，迄、那个郑文灿，桃园市的市长，敲电话，第二天敲电话来，互告诉你，甲问一挂人事的问题。我甲讲，恭喜哦，市长啊！啊，全台湾安尼拢胜利，连桃园啊嘛足意外，嘛赢啦，吼、哦、不得了啊！郑文灿甲我讲，哦，别讲，什么意外，我本来就会掉的啦。伊讲伊本来就会掉的啦，吼、哦，咱大家拢讲意外，结果人伊讲伊本来就会掉的，不错。咱即摆看到讲新的政治、新的世代，一帮接一帮，爱起来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嘛知影讲，阮即摆的资金。愈来愈大哦！啊，同时我对文化，特别是咱台中市未来要推动的本土的文化，都是有足大的使命感哦。最近，国师保存伫第五市场陆军街四十八号遐有一条巷啊，遐有十几间日据时代留落来的警察宿舍。哦，嗯，迄吴志强吼，上迄个跳堤岸上来议会，我看到我讲，哦吼吼！你哪会使包会拆掉？你都拢要啥哩用嘞？啊，我怎啊？错！当时迄个建设局局长，我就拢去遐会勘，会勘了，我讲，这个千万别使哩拆。啊，吴志强硬就讲，啊，你歪拆，啊，即摆遐哩要创啥物哦？我讲，留落来一定有用途。我甲留落来了后，即摆变作台中文学馆，因为咱看到台南，台南上厅。搬走了后，搬去新的市场了，人迄个所在变作国家的文学馆。国家文学馆有偌重要呢？一个国家如果若无一个文化的记录，一个国家吼无啥物文明哦。你讲香港，咱刚捌看过香港有啥物重要的文学家哦？是咧有啦，但是伊嘛无啥物文学馆哦。新加坡伊嘛无特别啥物文学家，但是咱的台湾。咱的台中艺术上有这足济重要文化，甲迄拢是咱重要的城市的文明。咱一定爱甲留落来，啊，佮予咱的
世代拢爱红看。啊，我先，我就甲迄个警察宿舍，我甲留落来了后，我讲这爱做台中文化馆，叫我吴志强想想，哎，有道理，啊，就慢慢啊变经费，啊，即卖已经今年应该会完成。啊，其实拢起也袂好啦。啊，吴志强哦，都足爱安尼啦。伊就为着要选举，啊，就今日去啊办记者会，讲已经起好啊。伊即摆嘛也咧起起强强，也咧施工咧。像咱咧台中歌剧院嘛是安尼，即摆嘛是要起起强强。哦，来民国院来演刷了后，哇，啊，就过即摆啊，嘉伟车开始过小馆，小馆要创啥，过来得过咧进修。哦，所以家良也起也袂讲啦。我讲，哈、啊、哈，我拢知影。诶，吴志强风格就是安尼。哦。咱这个台中文学馆，故事给它推动，推动了，内底要让大家点啥，吼、哦，要记录，要整理，咱为清朝日据时代甲战后，咱这重要文学家伊的作品，甲因写啥物内容，这个历史，这拢是咱台湾历史的一部分，吼、哦。故事嘛推动复兴路古旧厂，迄伫十五年前，迄拢要拆掉。啊！迄、那个酒厂要刷去工业区，啊！迄个时我就紧来去找迄个洪主任，我讲啊，主任啊，这暂时卖拆，伊讲啊，这卖拆要创啥？我就一定爱拆啊！拆掉了，即我就爱交予国有财产局，啊，土地就爱拍卖，拍卖予人去迄个大楼，去百货公司啊！我讲吼、哦，这无彩，这足无彩，这拢是国有的土地，这拢足珍贵啊！因为日本人伫咱台湾留落来遮个。酒厂的建筑是咱台湾第一代工业的建筑，迄足有代表性。迄足侪标哦，迄顶头拢要有迄自从世界大战啊，砰砰砰，迄一空一空啊，迄弹痕啊，拢要留伫遐。我讲，迄、那个足重要，伊留来你才知影讲，历史现场就是伫遮。台湾有经过自从世界大战，啊，迄阵枪林弹雨啊，迄个时美军来轰炸台湾的时候，砰砰砰砰砰，啊，拢沿着迄个铁皮路边安尼死，安尼就是扫射吼。迄面壁就是会使看到迄个历史，啊，我甲留落，留落即摆做啥？咱中部地区的文化创意园区，啊，即摆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局都是伫遐上班，啊，咱会使去迄个所在看到历史建筑，啊，佫会使看到真济学生的设计的作品，变作一个中部地区上重要的文化创意园区。如果当年咱也无甲留起来，迄、那个所在已经。袂好建商起大楼，啥物拢无去，迄一撮无彩吼。我们老车，都属伫林松路，迄、那个大中角角边啊。迄、本来嘛拢无，本来嘛要拆掉的物件，结果我甲留落，即摆变成道和六艺文化馆吼、啊。你即摆拜六礼拜，你请这个时间去，要有足侪人拢伫遐，少年仔拢伫遐咧拍婚纱照。哦。啊，有嘛足侪人伫遐咧有一挂展览，啊，咱伫遐。看到就讲哦，迄早期日本警察，迄、那个尴尬的警察咧练柔道所在就是伫遐。看到建筑物，咱就看到历史吼、哦。啊，咱台中是一个文化城，啊，咱有足侪文明历史的事件拢伫咱台中发生。这个所在台中公园是1903年就完成啊，当然是足侪东西，足侪地主啦，吴王林家伊嘛是大地主啦吼。哦日本人1895年来台湾了后，规划设办第一个公园，就是咱台中这个台中公园，这是第一个哦。台南迄、那个较晚，台南公园1905年才做，咱1903年这个就起啊哦。日本人来外久就起啊嘞，来7-8年俩就规划这个公园。咱即摆所看到的树啊，这些树啊，历史拢超过100年，这拢100年。咱头前迄个所在本来有一丛足大丛的老树，叫做枣花合欢。10多年前胡志强做市长第一年，我都唔知影来甲母的讲，要整治台中公园，拢甲砍的废弃土，砍一个金砖拢烂去，啊全翘，啊就救袂活。啊，尾后讲要甲整一丛，结果迄丛嘛阁翘去，嘛无活吼。咱咧炮台山遐、炮台山遐有一丛，迄丛就是第二丛的枣花合欢吼。哦迄丛有当时啊，要来哩，啊，我就起来来甲救，啊，即摆拢要健康。即、這个台中公园是日本人，改当作是植物园，
的规划，所以伊伫遮有试验种真侪南洋的树种，因为伊是日本人，伊要去南进，要去拍南洋吼，所以甲台湾当作一个基地。台湾公园以前就种种足侪这种树啊，迄阵遐有一丛芋豆树吼。哦，对嘛，种侪年啊，啊，即摆电工嘛拢出问题啊。哦，阮有律师，阮有一群人，即摆拢在甲救援吼、哦。啊，即群人说一个台湾公园，咱才有足侪历史。头前迄个所在湖心亭，湖心亭是1908年起好的，啊，当年是安那要起迄、那个，就是咱台湾这个西部纵贯线通车，1908年通车的典礼，伫对办的，就是咱台中公园这个所在，伫湖心亭迄个所在办的吼、哦，啊，一共派一个亲王，叫做戴伦亲王，哦，来遮啊来剪彩，哦，啊，伊嘛是安尼坐火车坐到台中车头，啊，行落来。因为咱有足侪历史的相片吼，因为这个所在咱其实我都有看过一轮下，我拢教大家看，100张诶，加上100年前的相片，迄看咧足感动的。日本人迄个时阵是最足重视咱台中的，伊足拍拼，安尼足用心安尼来规划咱台中的这个都市计划。这个公园当时规划的时阵是当作咱中部地区上水上赞的公园，啊，迄个时阵。去这个湖心亭，就是要来办这个铁路纵贯线通车，迄个戴伦亲王要来剪彩。啊，伊来剪彩，怎去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湖心？咱建楼的时阵，国民党吼、哦、有一段时间改弄做红色的，大家会记得无吼、哦？红色。啊，尾啊，咱要要修理这个湖心亭的时阵，洪敏玲教授讲，这个实则是日据时代的色吼、哦。啊，咱后壁这个台中新社。才有两只铜马，大家有看到？迄两只铜马啊吼，这个新埔家有两个迄个菊花旗啊，吼，迄较早是日本的迄个国徽菊花旗。迄战后吼，国民党把迄个菊花旗给吐掉去，甲伪造迄个青天白日的国徽啦吼。国民党全世界都啊，国民党做会出来这种代志吼。了后，我常常吼，带一挂迄、那个。人想要了解台中历史的吼，迄、那个学生啊，像我定下带人家导览吼，我拢定下带人去遐看，看人家当兵讲，吼吼，这个就是国民党教职工把迄个菊花旗甲吐掉，甲伪造青天白日的迄个徽章吼，啊，我拢传去，我大家拢看甲笑甲。结果大概4-5年前，迄市政府吼，听讲迄人家当兵拢咧生生呢啊吼，啊，怎讲，迄要甲擦油擦吼，啊，怎后面去甲擦油擦。讲来，当地甲擦做黄色个啦，都有够歹啦。迄人是当地俩，讲甲擦做那塑胶袋安尼啦。哦，我安尼看咧吼，看一下气甲袂讲呢。我讲全世界无人一个政府会做这种代志。这代志日本，恁人家当地是超过80年咧，那是当时吼第一信用第一诶主题组合吼，诶，较早自由落好个人，遐皆是当时日本人吼。奉献好，台中城市迄两只东马，迄无价之宝咧，迄若是日本的不得了。啊，讲安尼乌白甲母甲土，啊安尼个乌白擦做迄个色，哇！啊，即摆甲擦做迄个色了后吼，爱青天白日怎啊无去啊？啊！我即摆就要带你看煞，哇！安尼青天白日煞无去啊，煞无得当迄国民党的笑话。这次还是哦，哎，啊，在这个政府，你哪家迄两只东马擦做这个？嗯，写个哦吼，伊后边遐有一尊迄个至圣先师的孔子像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讲嘛是算嘛，甲擦做安尼，专台湾的孔子像，黄色的吼，都刚刚台中讲一尊啦，还有咱市政府做的出头啊吼，嘿，唔哪咧哦，咱即摆过去迄个所在，遐本来一个时代是俄玉元太郎的铜像，迄、那个基座拢要弯在。但是顶头吼，国民党来了，把俄玉元太郎的铜像给吐掉了，甲换作孙中山。再来看，还一个孙中山的铜像吼。嘿，啊伊讲甲擦做的，当尾甲擦做黄色的了，公然把迄个孙中山讲嘛是怎甲擦做黄色的。你再来看，迄嘛变黄色的。所以全台湾吼，迄、那个孔子像。甲孙文的当相吼是黄色的，都甲咱台中公园这两尊尔啦吼。哎，看不了。我讲哦，这个政府，吴志强政府，这无了解咱台中的历史文化，
啊所做出来代志，都是会变安尼。咱看到实在是足海头诶，吼、哦，迄实在足海头。啊，咱台中安尼过去，咱安尼努力拍拼，啊，咱诶民主成果啊愈来愈咧壮大。即次特别爱感谢大家共同支持，啊，咱安尼团结，互林佳良吼赢21万票，当选咱大台中市诶市长。啊，咱诶文化局局长邀请陆韩秀，就是写阿扁啊，迄个春天的花蕊啊，吼，迄个诗人，吼，迄个来做文化局局长。啊，伊嘛告诉个老朋友，我过去吼，常常拢有咧讨论吼。我相信伊来做文化局局长，一定对咱台中的历史文化的保存，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好，一定会更加重视吼。台中要恢复过去的文化城，一定爱为历史开始。一个国家的民族，如果咱不了解咱过去行过的历史，你安尼这个国家无虾米款的文明。所以我嘛常常甲家长兄、甲足侪咱党内咱只好友，我嘛拢甲伊建议，做着市长，咱一定爱有新的文化的思考，咱一定爱来帮咱，和咱台中市恢复过去文化城的好名声，大家讲对唔对？这个超载经过柯志强的当时当年的这个政变哦，啊，改革乱七八糟了哈。就讲咱这个所在都阁加楼，啊，头前照你讲，这都一个足好的一个办演讲、办活动的庙厅。啊，柯志强就超工要改弄这个水库啦，啊，这个水库啦要做啥物用？伊就讲哦，要来和更楼来看到这个更楼的倒影。啊，讲这个所在要放迄个水安尼啦吼，哎、啊，看到这倒影安尼足水，足有意境啊。但是我甲大家报告，这块起好了后，已经一个月有水，一个月了后就开始凹凹臭臭啊。过来，嘿，西方啦，啊了后市政府挡袂牢，就甲水抽掉。丢掉了后，这个所在就唔捌看过有水啊！了后，落啦，落啦，进水啦！啊，即摆哦，定定暗时啦，有当时啊，更山较无更啊，咱行过遮，因为伊都超工用这讲，好多啥物较现代的吼。啊嘛，啊乱行过身，乱拢会滑倒。听讲定定拢有人滑跤咧，滑汤碎哩。我迄天去张启忠医师遐，哦，我甲张医师报告。我随卡号市政府，咱的公文科的科长，我讲吼，较早何志强，逐遍甲讲，爱着拢无准，伊拢准拄好去啊，伊也无想要做啥。我讲这个所在，你过去你做的，这个所在都袂用你，啊你敢无想讲，要安怎甲改变？我甲科长讲了，科长也讲，黄议员报告，啊现在已经换市长了。我现在可以听你的话。我怎么跟他讲哦？你去找阮张建忠医师哦，伊会跟你讲安啦安啦。啊，现在有确定的好你无？要未啦？要未啦？要未啦？搁较吹，搁较吹，伊有搞大意。哎呀，即卡你定爱甲吞起来啦！哦，再多安尼就无路用啊！哦，总校西路迄个公车专用，该共款嘛，迄个无路用。啊，这是要用看水的，还是看起来嘛无偌水哈？啊，问题是讲，甲咱周边遮的景观，咱遮的历史建筑，即摆咱看到迄是北门楼咧。北门楼当时流民团吼、哦、来起咱台中的府城，清朝末期的时阵，咱这个流民团做咱的省长，迄时候叫巡抚啦吼。伊、哦、本来是要甲首都放在台中，迄时阵台中还无台中两字还无。迄个时阵的府城叫做台湾府，湾台湾府哦，是正港的哦。啊，要甲首都这个府城要甲囥在咱台中，啊，怎啊起四个城门？一个北门楼，就是这个，本来是伫遮，伫倒位了，伫台中公园路甲自由路路口，迄、那个所在，啊，尾啊日本人才甲刷来遮哦。这个是北门，西门伫倒位了，伫。台中病院，吼、哦，台迄个民权路甲三民路口迄、那个所在，东门伫倒位了？伫台东芳集迄个所在，振兴路，吼、哦，甲建兴路遐，迄是东门。啊，南门伫倒位？南门就是伫南门，哦，南门桥遐，南门吼、哦，本来要起府城，
啊，这府城起无好，哎，就扣钱扣了无够，啊，劳民团啊，就滥干，啊，不然府城计划就无去啊，吼，啊，了无话，够一群人就来啊。但是这四个城当年拢要留落来，吼，你一记时代拢要看到，但即摆四个城门独独留落来，就剩这个北门楼，这个有留落来尔，剩嘞四个楼拢无看去，吼。十多年前，我也有捌看过吼，东门啊吼，东门其实即摆无去，但是伊东门吼，伊边有一条叫遮像安尼遮大粒的石碑啦，顶头写遮东门啊吼。大概二十年前拢也有人看到啦吼。啊尾啊，迄、那个林伯龙做起因为是咧开辟迄个东光原道啊吼，啊怎啊把遐拢啊吐了了去，吐了了，啊去了迄个正东门。那个石碑吼，啊怎啊吐掉去？啊尾啊吼，有阮迄个进行路遐有一个老生吼，啊怎啊甲捡转来厝里扛？啊，足侪年前我拢有看到，我嘛也有去找伊啦吼，我有去找伊讲，啊你迄、那个，伊讲哦，迄地哦，迄地足好用的吼，我的时阵哦，迄刮伊甲讲迄个历史讲刮天吼，一记时代是咧崩。碰迄个东门的先，甲碰一个吼，啊，迄条船安尼碰一个，唔知走掉，啊，船去往路里捡着，我船甲捡转来，伊捡转来创啥了？伊讲甲捡转来磨菜刀，啊，伊讲吼，迄磨菜刀吼，足好磨的啦，迄磨的吼，磨来的吼，伊阿爷讲啊吼，讲磨菜刀啦，讲遐顶过拢摕转来磨菜刀，啊，伊嘛有影哦，伊佫有提出名话讲，哎，有影磨到迄个边啊遐吼，安尼凹入去吼，啊，尾啊。迄块正东门的石头吼，尾也走去倒位啦。尾也就林伯龙就去迄个开辟东光原道的时候，迄地砖安尼甲当作粪扫甲清掉呀。即摆拢吹无去啊，拢吹无去，迄是足无彩啊吼。所以讲，咱台中是为清朝开始就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吼。虽然迄个时阵，咱了无中府这么闹热，咱的中府是日本人来了后才有吼。啊，咱中府才有做大屯街，迄个时阵大屯街也毋是上闹热的，上闹热的所在应该是码头店南屯哦。啊，也有咱东区汉溪石头坨啊，哦，啊南门啊，哦，丁桥啊，啊，咱这个中江路才直直去，一几下砖头哦，去后林啊，后林啊，遐有一丛足大丛的迄个加丹树，迄是全台湾上大丛。超过一千年的加冬树，那是上界珍贵的。阮即摆阿妈家列做咱台中上重要的文化资产，迄丛树啊，一定爱甲伊保护、爱保养哦。迄丛加冬树哦，过去一段时间有建商要伫遐起厝，我嘛感觉讲会影响到伊破坏伊原来生活的环境。啊，阮怎啊发起一个运动，尾啊，迄个建商怎啊退出来哦？退出来了后，阮即摆把迄个所在要当作是一个加冬树的文化的园区哦。啊，这土地我即摆要拜托市政府、甲建商哦，容积移转，移地移地，啊，把迄个基地拢甲换转来。啊，迄个所在咱咪看到咱后林啊，足重要发展的历史。啊，后林啊，各位，迄个所在叫做满园头庄哦，满园头哦，啊，满园头，迄、那个所在即摆足闹热嘞。有广山收购吼，嘛伫遐吼，啊个下个国馆，我话你拢知吼，下个国馆嘛伫遐吼，迄个满园头庄内底，即摆拢已经开辟啊，拢去百货公司啊嘛，足闹热咧，啊过去嘛把变作台中的地王，本来地王是伫自由路甲迄个中正路遐，啊一段时间刷去伫遐，当然即摆刷去伫七期吼，边啊遐有一间。我做兴隆宫三百几年的历史，伊个边啊有一张足大张的墙啊，啊我嘛拢甲伊保护保存吼。啊，这望头砖不贵，何处砖？哦，迄何处砖，迄嘛较早是足大砖头的呢。迄阮蔡部长较早甲你选市长的时候，何处砖若无去拜访市长是选袂到的咧吼。一定爱去，爱何处砖？伫咱钓尾。吼、哦，对面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啊，个不过马铃潭，吼、哦，这每一个所在拢有足重要，咱即摆嘛拢要咧继续用个地名。啊，往南边，咱有公馆啊、半边厝，吼、哦，啊，个过去南屯、参新啊、吼、马志波、吼、哦、等等，
这拢是咱台中旧地名。啊，这个旧地名，到即摆咱的中平马路要继续在用啊。啊，但是咱嘛足烦恼，因为这个真济伫屯区的所在，拢咧办这个土地的中位，咱嘛足烦恼讲土地中位了，啊，这个旧地名会慢慢啊消失去。因为这旧的砖头，咱有土地公庙，咱有老树。如果在中位了，咱加工这个历史的记忆也无去，所以我过去第二回，我一再要求，咱中位了的路名一定要用当地的地名来号啦，吼、哦，绝对袂使讲号做忠孝信义仁爱和平这种的啦，绝对唔能够号这种的，一定要用当地的地名，吼、哦，啊，希望讲未来咱家良做着市长了后，一定会甲大家做伙，啊来重视咱。在中咱在地的文化主宰吼、哦，啊，故事对咱在中的文化的发展，我有使命，所以我一定爱国甲大家继续努力拍拼。同时伫这个所在，嘛爱甲大家拜托，嘉良当选市长了后，这十个立法委员马上就爱补选，当时就爱补选了，过剩二十几天就爱补选，二月七七。阿国书接受到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征召，一定要接棒林佳龙。啊，这个重大，这个责任是足重大的，因为咱原来台中市的市区，干阿嘉良兄这些的立法委员尔。如果这些，咱就无法度甲压落来，无法度确保，咱原来的台中市，旧的台中市，就完全拢无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就完全变作国民党。所以这个。这件是足重大的。啊，国书接受到党中央征召的时阵，坦白讲，我嘛感觉，无大家爱无用遐济解，我嘛感觉足歹势。因为大家一定会认为讲，啊，国书啊，你都议员都选刷尔，要安怎过来选立法委员？我嘛知影，但是为着党要确保这个立法委员这个席次，国书一定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。如果讲，党中央有另外考虑，考虑讲比国书更加有可能胜选，比国书更加适合的候选人来把这个担当担起来，我绝对是全力来配合这个党中央的需要，一定来支持这个上届有机会当选。在那个时阵，党中央甲国书讲讲，国书可能啊，你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。国书伫中西区，我做五届的市议员。我嘛知影讲，即届的选举，我有责任，一定要完成两席拢总爱当选。国书甲另外一个新人江兆国足优秀诶，党中央希望甲新人牵起来，一定要调两。啊，阮拢足努力咧选举，啊，国书一路行来，拢想办法要安怎好，咱即席新人一定要当选。啊，伫投票前十天的时阵。我呼吁中西区联合作战，联合配票。咱大台中就干阿中西区联合配票安尼尔。告诉拜托大家，一定要平均配票。如果处大干阿一票名，啊一票嘛优先投予江兆国。啊了后经过一礼拜话，啊江兆国甲告诉讲，伊民调出来要不去哩，那唔去哩。哇，我想讲安尼够食啦。最后两天的时阵。我怎啊？拜托大家，所有厝内底选票，拢投予江兆国加一票予伊。哦，最后一天，我就阁带江兆国去游街，去菜市啊拜托，去下载运动诶，拢甲大家拜托，拢投予江兆国，卖投黄国书啊。结果投出来，吼、哦，江兆国最关票，啊，国书调回车尾。啊，我怎啊讲？足感谢，我实在唔听讲中西区咱只个中部吼，真听讲爱拜托吼，我咧拜托人在教我好吼。啊，有江兆国最关键，啊，江兆国实在真优秀吼，咱未来咱市议会会担当，咱嘛爱交予伊。所以江兆国当选了后，我就爱甲乡亲报告，咱议员的工课，国书有交办予新人江兆国啊。国书必须爱去接棒林佳龙啊！大家讲对无？啊，这个接棒林佳龙，不是为着国书个人的政治前途，不是。坦白讲啦，
但会使你讲，干那做议员吼，还是较轻松啦。我嘛知影讲，这个选这立法委员这初当的啦，吼，这个足无用。但是问题是讲，咱民主运动世代交替来个家，啊，责任都来个咱家，咱无甲打起来嘛袂使哩，吼。所以，哎，拜托咱家的乡亲，吼，为着咱民进党的成长，为着2016年总统的选举。啊！这次的立委普选是市长的延长赛，咱看阿妈袂使让代表马英九、吴志强的萧家琪去做咱东西、中西、东南区的立法委员，大家讲对无？对。啊，嘉良的立法委员，咱一定爱甲接放来吼、哦。当然无一定是国书，但是国书即摆互中央甲我指派啊，我一定爱全力以赴啊！大家讲对无？啊，我甲大家报告。国书达做到立法委员，这些个市议员唔免补选，因为爱出去超过一半的席数，才有他补选。如果讲三席，但两席无去，啊就爱补选，吼、哦，啊加一席无去，尔要有两席，所以唔免补选。啊，有个人卖烦恼讲，啊国书啊，啊你去选立委。啊！你若当选了后，啊！你原来这个议员会叫国民党另外迄个补起来，我讲。